披荆斩棘的哥哥捧红选手，主持人也火出圈，齐思钧成台柱子。芒果台爆款综艺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历经四个多月的比拼后，已画上圆满的句号。31位哥哥各有魅力，获得极高的热度。除了捧红各位嘉宾外，主持人齐思钧也顺势火出圈，俨然已成为湖南卫视新的台柱子。扎实的主持功底，良好的职业形象，让小齐随着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。在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中，齐思钧作为主持团的唯一男士，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。观众们看到小齐更多的成长，他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在成团夜上，齐思钧再次担任现场主持人，而且这场录制长达4个多小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，无论是控场还是衔接都非常自然流畅。如今在湖南卫视的主持人阵营中，齐思钧已立足了脚跟。何炅和汪涵受节目改版的影响，压力重重，李维嘉和杜海涛更多的时候是给何炅起到辅助作用，实际的主持能力有限，而齐思钧却是一位难得的可造之才。